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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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请翻章，讲义150页。关于平生业成，我们前几课呢都做了说明。昨天让大家回去看一下《往生论注》的那个譬喻，应该都看过了吧？280页，这个譬喻大家看得懂吗？这个譬喻哈很典雅。意思什么呢？意思就有人问说，经文讲乃至十念，我如果要一心一意念佛呢，我也不知道念了几念。如果我要知道几念呢，要记的数字呢，我有分了心，这怎么办呢？太上大师就解释说呢，这个十念呢，十念者名业是成伴耳。经文虽然说十念，但并不在这个数字上去计较，他就说，你只要念佛往生就定了，业事成办，往生净土之业就达成了，不必须至投宿，就不要在这个数字上说是几念几念几念。也就是说，这个十念它真跟这个数字并没有必然的关系，所以善导大师解释为上进一行，下至十生，乃至三生一生一念等。那么经文何必要说这个十念呢？他说这个啊，这就是智者言之耳啊，打了一个比喻。他为什么说十念呢？这是佛菩萨法藏比丘他知道的，他说的，他不上众生这边来猜啊，就是我是哪一念，我是多少念，我是什么样的状态，这是法藏比丘他自己知道，他发愿他说的。那么就像一个比喻，既然说呢，说惠顾不知春秋。惠顾那是什么虫啊？惠顾查过没有？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是不是蝉呐？什么？这是一种虫子这种虫呢，夏天生，夏天就死，所以它当然就不知道春天和秋天，因为春天它还没出世，它也不知道春天咋回事啊。到了秋天还没到呢，他就已经死了。所以呢，惠顾不识春秋。说惠顾不知春秋呢，不是说这个虫子他知道不知道？蚁虫焉知诸阳之节乎？蚁虫就是他这个虫啊，他怎么能知道四季的季节的变化呢？诸阳是指夏季，他虽然生活在夏天，但是他因为不了解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所以它也没有所谓的春夏秋冬这样的概念，它只是一只虫而已。那么我们说这个虫不知道春秋，是人站在人的立场上来说的。人呢知道四季的变化，然后呢说这句话，并不说这个虫它对春秋有什么概念。那么这里说的十念，十念业成者，亦通神者言之耳。那么这里说十念就往生决定，如果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这法藏比丘发愿，他有这个神通道力，他佛菩萨的境界说你念佛必定往生。这说哪一念往生，多少念是怎么一个状态，哪一个时刻，那个不是你所感觉的，不是你自己去猜测的是通神者言之耳。好，我们看讲义，今天我们讨论临终来迎的状况。既然平生业成，或者是这个往生业成之后呢，那就是感现感得临终佛圣来迎。这个我们净土宗里面讲来迎啊，有两种状态一个呢就是平生来迎，一个是临终来迎。这里讲的临终来迎，平生来迎就是常来迎，就我们只要念佛，阿弥陀佛与众生有亲缘、近缘、增上缘，众生愿见佛者，彼佛佛即现前那我们未必能看得到，
但是佛呢是常来引，所以经中说啊，阿弥陀佛与观世音大势至，无数化佛常来其人之所。只要你忆佛念佛，那么常常每声佛号当中都应声来现，只是我们并看不着啊，这是平生。那么临终的时候呢就看着了。当然平生如果你有三昧定力啊，或者定中啊，也能见得着。那我们没有三昧定力啊，你像善导大师他念一声佛就出一道光啊，少康大师念一声佛就出一道出一尊佛，那他有三昧定力，那我们就也不能出来啊，也看不着。但是呢是有这个事实存在。那么临终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时间点就到了，那就看到了。第一个就讨论说阿弥陀经所讲的念佛往生，那么临终来迎的佛是报佛呢还是化佛呢？啊，临终来迎的是报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念佛的人与阿弥陀佛有亲缘、近缘、增上缘，跟阿弥陀佛很亲很近，得到阿弥陀佛大势愿力的这个摄受加持，当然都是报佛来迎。如果跟阿弥陀佛比较疏远，可能报佛就眼末啊，化佛来迎。所以来迎的也是报佛，那么见到的人或者见到报佛或者见到化佛，如果杂行杂修的所见到的就是化佛来迎。那报佛呢他看不见，隐没了。那专修念佛的人呢所见的就是报佛来迎。因为阿弥陀佛之所以成为这样的佛，他就是说十方众生称了我名号，若不生者而不取正觉，成为这样的报身的佛。所以在玄义分的这个应该是51页啊，来说明阿弥陀佛是报佛，极乐净土是报土。善导大师就引用了第18愿，说48愿意义愿言，是我得佛十方众生称我名号，下至是生，若不生者不取正觉。他正是因为有这一愿的成就而成为超越十方诸佛的这样一尊特别的报佛。所以呢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就顺了他因地，这个是酬因所感的果报的佛。那当然来迎接的佛就是报佛，顺彼佛愿故。那刚才这一段呢，我说的我也翻一翻圣教集的484页。问曰：弥陀净国唯当是报是化也，阿弥陀佛以及他的清净国土是报佛报土呢，还是化佛化土呢？大约是报非化啊，极乐净土是报土，阿弥陀佛是报佛，云何得知？底下就引用了三部经。第一部《大乘同性经》说西方安乐国，西方安乐阿弥陀佛是报佛报土，这是这部经所讲的。那么或许人家说，哎呀，那么《大乘同性经》虽然说也报佛报土，可是无量寿经所讲的未必就是啊，因为一切诸佛都有报身也有化身，也许无量寿经和观经讲的是化佛吧，所以底下又引用无量寿经来说。无量寿经云：法藏比丘在释迦王佛所行菩萨道时发48愿，意愿言若成佛十方众生称我名号，愿生我国，下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今既成佛，即是酬因之身也。今天现在成了佛了，那么这个佛是怎么来的呢？是酬报他因地的誓愿所成就这样的佛，所以呢这就是报身佛啊，不是化身佛。化身佛他不必要这个再发这样的愿来成为这样的佛，因为成了报身佛之后，他化身佛什么时候有众生因缘成熟，他就化现去了，他不是另外酬报他因地的誓愿的。那现在这样一尊佛呢，是酬报因地的这个誓愿。而这个誓愿呢，他引用的是哪一条愿呢？就引用的第十八愿。所以这样的一尊报身佛，他的超越十方诸佛共同这个特别不共之处呢，就在于他成就了十方众生若不生者不取正觉这样的一个报身的载体啊，这样的法体，这样的佛。所以那么他引用的是第十八愿文。那想想看，我们念第十八愿的，我们依照第十八愿来念佛的众生，也就是所谓本愿称名的众生，那你不刚好跟他因地的誓愿吻合了吗？他来迎接的当然是报佛了，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这样读呢，你就感觉到很有力量。所以顺彼佛愿故，
底下呢又引观经啊，引了三部经来证明。观经说呢，上辈三人临命终时，言阿弥陀佛给予化佛来引此人。阿弥陀佛给予化佛，那所可见得呢，这个是报身兼化，共来受手。依此文证，故知是报。他要给予化佛吗？能及的就是报佛，所及的就是化佛。第二就来因备品啊，这是大家知道就可以了。那观经讲九品往生，阿弥陀经没有讲到备品。那阿弥陀经如果这个往生到底是哪一品呢？说念佛往生礼超众品。因为观经也好，无量寿经也好，都讲到三辈九品。讲到三辈九品的时候呢，它都是以啊，都涉及到诸行的问题。那里边都讲到诸行，以诸行的行业的强弱多少，或者是罪业的深浅啊，分为这个品位。可是念佛往生呢，都是同愿同行至菩提，就同一因，都以念佛为因。所以这样的话呢，就超越了辈品的差别。这个我们也讲过了。所以从道理来讲是超过众品的。如果一定要比较的话，那么可以呢把它归为上上品。那为什么呢？因为上上品在阿弥陀经里说呢，阿弥陀佛与无数化佛观世音大势至菩萨来引此人，这上上品。上中品呢是阿弥陀佛与一千化佛来引此人，上下品是阿弥陀佛与五百化佛，根据来引的这个佛菩萨慎重的多少来说明他档次的迎接的这个仪式啊，说明他品位的不同。那我们这个阿弥陀经里边，如果以唐义来讲，他就说无量寿佛与其无量声闻弟子菩萨众聚前后围绕来住其前，所以来的声势很浩大，他不是一千也不是五百，是无量。那么以此来判断呢，他就属于上上品。但究竟来讲是超越品位的，因为阿弥陀经不讲品位。第三个问题呢是第十八愿还是第十九愿，这个问题你们自己看啊，这里不讲了，也不是很重要，反正哪一愿来迎接就行了。那么主要他回答的意思就说呢，第十八愿是整个四十八愿的根本，第十九愿是附属于第十八愿，所以这个来迎的利益本质根本是在第十八愿。那十九愿呢也可以兼得这种利益，旁通十九愿。当然经文是说在第十九愿，说发菩提心修诸功德至心发愿欲生我国临寿终时，假令不遇大众围绕现起人前者不取证据。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有矛盾。那你说是第十八愿的利益，可以第十八愿没有讲到临终来迎，他说若不生者不取证据。那你说旁通十九愿，可十九愿正说临终来迎，所以他就有几个理由来说明他。这毫无疑问嘛，念佛佛来迎，这个是正当这个感应道交正当其所的事情。那么杂行之人是九愿所说的有发菩提心修诸功德都来迎，何况是念佛呢？那就不用说了。看第四，念佛无模式。为什么讨论这个呢？因为有的人就说啊，这一般都是修圣道门的，他说你见了佛来接你了，你怎么知道这是佛呢？这万一是魔怎么办？当然这也是不通道理的人呢他有这样的疑惑。要知道啊，修行其他的法门它是有可能招魔的，那么念佛法门是不可能招魔的。因为佛和魔它是一个势不两立的。什么是魔呢？在佛经里边，一切障碍佛道因缘的因素都称为魔啊，它是个中性词啊。一般的说有烦恼魔啊、五阴魔啊、这个死魔、天魔。你烦恼会障碍你的菩提啊，影响你修行啊，称为魔。那我们哪个人没有烦恼啊？我们像魔气都很重啊。你看那发脾气啊、摔盘子啊、叽里呱啦吵啊，你看，哎呀，着魔了。我们还说别人着了魔，我们都是魔气很重的，烦恼魔、五阴魔。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五音这个不能这个通达，不能透过，被他呢所捆缚。那我们哪一个没有呢？
这个还有死魔，人死无常又到来，你再怎么修行啪像肥皂泡一样灭了，从头来，这是死魔啊，谁能够谁都有。再就是天魔啊，外魔，这个天魔外道，天魔，天魔一般人说老实话，你够他脚丫子够不着，他就不会，他看都不看你一眼，他以为天魔来干扰你啊，你就够不上资格。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打坐，对吧？是这个七七四十九天，这时候是惊动了魔宫，天魔才来。你看，哎呀，这底下有菩萨修行，他就是他来干扰了。你到你我们有释迦牟尼佛那个菩提树下金刚坐不起那个功德定力吗？你根本就没有，所以一般人修行，天魔他的鼻涕都不看你，不要以为自己还有多大的那个说着了，那个一般人没有这种力量。那我们来看，弥陀解说问：临终佛现，灵宝非魔。临终佛见了，怎么保证他一定是佛呢？他不是魔呢？答：修行人不做佛观，而佛互现，本非所期，故名魔事。这个修行人如果不修念佛法门、圣道门呢？他本来圣道门，他就说呢，一切法皆空，对吧？若有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他本来修空观呢，这时候突然见了佛了。这个就是所修所求跟他修的两个是矛盾的，这个你当然这是魔事，你修空观这个佛来，那怎么去对治他？那还是用空观啊，他就这个魔就自然就现象就灭了，这是有。那么念佛人不一样啊，念佛见佛也是相应，你念佛就是求见佛的，你见到了佛了就是相应了，所以这个就不是魔。何况临终呢，非是治魔之时，何须疑虑。什么叫临终非治魔时呢？就临终这个时候啊，不是招感魔境的时候，因为临终啊，四大分散，六十五主，这个你都是魔事来障碍你佛道因缘的。这个时候你自己都倒架子了，他用得着他来障碍你吗？所以临终不是治魔的时候。那什么是治魔？就你精进勇猛修行的时候，不管是或者是你正见有亏，那魔就是趁虚而入。或者呢，你有禅定力激发了这个动魔宫殿，那魔呢受到惊恐，他就来跟你作战。这个时候呢，才精力很旺盛啊，修行非常得力，用功精进勇猛的时候，才会招致魔的。要我们念佛，念佛嘛，它自然就跟魔两个就分开了，就像光明当中就没有黑暗。魔就代表暗，佛就代表光，你念佛就在佛的光明当中，怎么会有魔呢？但是这个是靠他力法门念佛，那么圣道法门就不一样，他自己修行，他在一个本来就在靠自力，那这样就有可能招感魔事，因为我们无量劫以来都有很多魔种。可是我们念佛法门不是这样，莲池大师弥陀疏钞说，念佛者佛威神力，佛本愿力，大光明中必无魔事，因为阿弥陀威神力照着，本愿力呢护着，大光明呢这个摄受我们，所以没有魔事。今念佛人一生一佛，临终见佛，因果相符，何得盖为魔事？跟前面小说一样的，这因果相吻合的，怎么能说是魔呢？又言末世修行多诸障难，依窥正见即现群邪，这指圣道法门的修行，障碍很多啊，危险很大。你稍微不具备政治正见，我们周围其实魔就好像那个潜水艇吧，下到这个水下面多少几千米下面那个海底，这个潜水艇密封要不要好啊？这个密封稍微有点不好，那个水擦就进去了。这个周围都是魔镜，那么你这个修行的人所谓的窥正见，就是你这个密封度不好，你不能抵抗这个魔的干扰，你稍微一窥它擦就钻进去了。这是靠自力修行啊，很困难，
周围都被一些魔的气氛所团团围绕，所以陷落在群邪当中，也就是招了魔。彼佛愿力威神，如果借净土法门呢，就没这回事。彼佛愿力威神，加辟行人，以这种大威神力、大功德力护持我们，大光明中不遭魔事，能为护念，直至道场。直至道场的意思，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啊，就成佛的意思啊。从现在发心护念，一直到你成佛，都不会有魔事的。经念佛者，以佛大愿摄受，大力旷持，微末敢干，深不可测。虽有魔事，行将自消。所以圣道法门修行有这样一窥正见，即现群邪。可是净土法门呢？因为靠佛的愿力，就在佛的身边，就在佛的旁边，那魔还去干扰了，那就麻烦了嘛。我们念佛的人，你看那小鸡儿。那个小鸡啊，一遇到危险就躲在那个老母鸡的翅膀下面。我们念佛的人也等于躲在阿弥陀佛的袍子下面了。到这个地方魔还给你拽走了，那阿弥陀佛也太没本事了。对吧，你这样的佛也是，你还念他也保护不了你。你在阿弥陀佛的腋下都给他拽走了，勾走了。所以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个魔见了佛，他就像光，就像暗见了光一样，自然就没有了。你看释迦牟尼佛成佛的时候，这个魔来试探他，放着毒箭啊，带了多少魔。这个魔子魔孙魔女来干扰诱惑威逼，放出去的毒箭枪刀一到了释迦牟尼佛还不到旁边呢，自然怎么样呢，这个刀枪毒箭就化为莲花，然后纷纷飘散。那为什么会这样？大家以为这释迦牟尼佛神通道力啊把它变了，它其实就是佛的大慈悲。你比如说有的人，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一样，你比如这个人，我们一般人就是互相放箭，你骂我一句，好，我中一箭，啪，我再放一句回去，啪，给放一箭，他也不高兴了，互相这样都在放箭。那如果你是一个很慈悲有德行的人，那人家骂你了，或者是诽谤你了，他放了毒箭了，你一慈悲，一慈悲心就是自然的，你心里边不会动摇的，哎呀，他自然这个就变了，对方心也变了，而且他不会中着你，你不会中箭的。因为你心里面很慈悲很坦荡，而且你很爱心的看待对方，哎呦，他这样说话呀，可能是他误解了，或许呢他是有某种这个难言之隐，或者他又是某种困难，那我应该去帮助他，那对方的那种箭不就变成莲花了吗？这显然说，哎呀，你看这个人很有德行，所以通过别人的诽谤显示出你很高的这个德行，这个好像是箭，其实马上就变了，就变成赞叹，变成莲花，变成清净。那我们现在的人不是这样的，你一见我一见，所以整个世界啊打煞啊，这个走出去你是防不胜防。那释迦牟尼佛的大慈悲呢不用说啊，所以种种一些模式自然就虽有模式行将自消，自然就化掉了，即使要有的话也消失了。又经云，念佛之人有40里光明着身，魔不能犯，以阿弥陀佛及十方佛常护念故。你念佛的人身上能放40里的大光明，你啊不得了，走哪去一片通红啊，比西边的天空的彩霞还要红，这是阿弥陀佛的光照在你身上的。所以这个魔见到你早就飞了六跑了。从今发心直至道场，自始至终极无不利。所以念学念佛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这个是很自自然然的。就像我们在黑暗当中打一个灯笼，对不对？你走到哪里哪里都是光明的，这个暗遇到光马上就破，所以遇难成祥，这个逢凶化吉，逢到黑暗就马上变有光明，遇到黑暗马上破除，很自然的。那你说我怎么受罪啊，我怎么遭苦啊，我怎么有很多障碍啊，那你也想一想，你那个时候你的心是不是在念佛，你心中在念佛，不论什么你都心里都很化解掉，你心里都会释怀啊，都会安然。那你在跟别人计较的时候，你就没有在念佛，
没想到佛的慈悲，也没想到佛的救度，也没想到对方也是个可怜的众生，也没想到这是我的业障业报，就这样子，哎，那还在念佛啊？通通在念烦恼，念烦恼不是烦恼剑不是扎上你了吗？那时候我念佛人怎么他怎么还这么生气，怎么还这样？那你想想你自己的心啊，对不对？圆照法师这一段挺好，今净土诸经并不研磨，知此即知此法无魔名矣。你看净土的经典，阿弥陀经、观经、无量寿经，这三部经里面大家回去看看，有讲到魔事的吗？有讲到魔的吗？没有。那守楞严经就讲了五种阴魔啊，还有其他的这个经典里面都说到有关魔事，尤其圣道法门的修行经典。那么净土经典都不谈这些，那为什么不谈这些？因为没有这个东西，所以就知道呢，这个净土法门啊没有魔，这就是证据。山阴的地点，庆文法师《正心法门》这本书里边对于念佛无魔事呢说得很明白，下面就把它呢引用在下面。笔问曰：或有人云，临终见佛菩萨放光持台，天月异象来迎往生，并是魔事，此说如何？这个都是着魔了，见魔事了。不过我们现在的人大概还现在因为念佛法门呢已经非常普及了，像这样的说法可能少啊，也不能说没有。你看这个法门流传到今天是不容易的，说临终见佛菩萨来了还有人说这是魔事，那个时候就有人这样说，大约有一守楞严经修习三昧或发动阴魔，如果以这部经的修习三昧的话，就可能啊这个五阴魔啊就会被他激发了。有一摩诃贤论修习三昧或发动外魔啊，就是天魔。有一止观论修习三昧或发动十昧，此等列了这几个并是修禅定人，这是靠自力修行禅定的，约其自力先有魔种，本来在八十田里面都有这个魔的种子在当中，必定激发，如果没有禅定的话它根本就不动，那么一旦有了禅定呢，这个禅定力就把它搅动了，激发出来了，故现此事。就好像这个一潭水下面有渣子什么东西，你给它搅起来了啊，它就翻腾了。倘能明识，隔用对治，即能除浅。如果我们能够明辨这种境界，用佛法善巧对治的话呢，这个魔境就可以消除。若作圣解，即被魔障。如果你认为说，哎，你看我的修行功夫上来了，我都可以这个穿墙而过了，我都可以消指如泥了，啊，我都有神通了，特别像那守楞严经嘛，五种魔境，五种五阴魔，那是很厉害的，那境界都有了不得啊。如果你认为说，我的哎，正圣正果了啊，若作圣解，皆被魔障。当下呢就被障碍住了，被他套住了。这是说明此方入道则发魔事，在这个地方靠自力修行，这就会激发魔事。那我们净土法门没这样。经约所修念佛三昧，那不是守楞严三昧，也不是摩诃贤论，也不是止观三昧，是念佛三昧，乃品佛力，如净帝王无敢干犯。你靠佛力修行往生，就好像一个人呢，你在帝王身边，这个没有哪要敢侵犯。盖有阿弥陀佛有大慈悲力、大誓愿力、大智慧力、大三昧力、大威神力、大催邪力、大降魔力、天眼远见力、天耳遥闻力、他心彻见力、光明遍照摄取众生力，有如是等不可思议功德之力，岂不能护持念佛之人至临终时令无障碍耶？阿弥陀佛有这么些不可思议的大功德之力，难道不能护持念佛人让你到临终就没有障碍了吗？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若不为护持者，如果说他不来有这个力量，他不护持你啊，让你去
随你。那么我们说他慈悲，慈悲何在呢？所以佛心慈悲，他一定要护持我们的，尤其我们是念佛啊，幼稚的孩子。那么说他虽愿意来护持，如果他没有能力除除魔障的话，那么他的智慧力、三昧力、威神力、催邪力、降伏力、降魔力又何在呢？那不是假了吗？或者说呀，他也愿意护持我们，他也能够呢除掉魔障，但是呢，可能这个魔很狡猾，偷偷的就来了，他万一防不胜防，没来得及怎么办呢？见察没有不能够见察出来。如果不能见察彼魔为障者，天眼远见力，天耳遥闻力，他心彻见力，又何在呢？所以啊，这个佛魔任何的一丝一毫的动静都查得很清楚，大慈悲护持我们啊，这个大能力啊，能够保障我们不受障碍。经云：阿弥陀佛相号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众生摄取不舍。若为念佛临终被魔障者，那么光明遍照摄取众生之力复何在也？何况念佛人临终感相出自众经，皆是佛言，何得贬为魔障夫？这都是经典里佛所亲口说的话，怎么把它贬为是这个魔障呢？今为绝破邪疑，当生正信。就引用了这些，这道理说得很明白了。所以啊，禅宗的大德也说了，修行以念佛为稳当。念佛为什么稳当？不招魔事啊。那么修其他法门，不要说我们修不来，你就是修到一半，马上就是受到魔力的障碍，很难成就的啊。这个魔不会随便让你出三界的。你看这个出家人哈，以我们所见到、所听到的，那个精进修行的人，往往有不少很可惜啊，都犯了毛病了，在山里面、山洞里打坐啊，不是他的根基力量所做到的，所以他搞搞烦烦恼恼的，他反而还算没得精神病嘛。有的到山里面住洞，一开始就犯病了。那么现在有的人说念佛也遭魔扰，这什么原因呢？这就根本就没念佛。好，念佛不可能遭魔扰的，就是你知见不正。当然不是说他没念过佛号，他也念了佛号，但他心里边呢，就是知见不正啊，或者求神通啊，求感应啊，求名门利养啊，又很急躁啊，显示我很有修行啊，又不老实放下，通声靠倒啊，就是要在那装模作样啊，要显示自己有禅定啊，我的功夫很深啊，我跟你们不一样啊，反正抱着这种怪怪的想法的，抱着这种不正确的知见和这种行为的啊，心底不坦然，不能完全归命靠倒的，他都会出毛病、出故障，心理是这样的。所以这净土法门要归在重在归命，所以要老实，老实念佛不可能起魔障，就是不老实，想作怪，想显示自己高人一等啊，即使念佛我也比你强一些，抱着这种想法，这就是把自己摆在第一，把佛就不知道往哪里摆了，自己就要往前去，往前台站，要这不好，这种心理啊，这种心情不好。所以有这样的想法呢，他就会遭种种的魔的干扰。那么平常来讲就被烦恼魔所干扰，他这样的人一定会烦恼很多的，因为他要遮掩啊，他也这个表演，要演戏，要掩饰啊，要显示自己，这个不就本身就是被名利这等等这些烦恼所勾动了吗？你平常就已经被烦恼魔所障碍住了。所以一个人如果老老实实念佛，你真的安稳自在，绝对不会遭到这个魔的干扰。所以我们临终啊见佛来迎，这是大喜庆、大欢喜、大安乐的事情。还有一类人呢，是临终靠临终助念的。那么临终助念也是非常的慈悲的，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啊。道场里边有些念佛团体都在组织临终助念，这个非常的好。尤其我们净土念佛法门，当然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啊，不要指望说靠别人临终助念，
我们自己念佛就决定往生，要往生这个事情不要押宝押在人家助念这一方面，要押宝押在我信顺弥陀救度，决定往生这一方面。所以古人说小人求诸己，要小人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念佛方面一样，君子就是自己念佛信愿决定的人，念佛一定往生，不用靠人家助念。然后内心的信心有亏的人，他说哎呀，那靠你们临终来给我助念吧，这个就是差一把火。临终助念呢，是善导大师在观念法门里边啊，他都有记载的。所以印光大师就说临终助念这一法是善导大师所发明的啊，这就是那一段。行者等若病不病，命欲命终时，一一上念佛三昧法，正当身心，回面向西，心意专注，观想阿弥陀佛。啊，这就是不管你生病的人，不管你又没生病，有病还是没有病，现在快临终了，那就怎么样呢？要头面向西，心中专注，想阿弥陀佛，心口相应，声声默诀。啊，心中念佛，口中念佛，决定做往生想。哎呀，我一定要往生，也决定能往生，花台慎重来迎接想。哎呀，佛，阿弥陀佛马上就带了这个莲花宝台来，以及慎重菩萨来迎接我了。病人若见前进，如果说看到了，哎，看佛菩萨来了，他就怎么呢？就像看病人说，旁边有人照护啊，来助念的，就跟他讲，哎，我看见佛菩萨来了。记文说已，记已说录记。如果我们旁边看病的人听说了，那我们就把它记下来。又病人若不能语者，病人这个时候啊，心力衰弱，可能没有力气了，说话啊，表达也不顺畅了。那么旁边呢，看病助念的人，可以呢，时不时来问问病人见何境界。你没见到？你没见到阿弥陀佛啊？见到你就点头啊，没见到就摇头。你看摇头，哦，没见着。过个三五分钟，看他神情变，哎，你们是不是见到阿弥陀佛了？哎，点头了。哦，好了。若说醉相，如果他没有，不仅没有说见到阿弥陀佛和莲花，他说哎呀，我见到那个阎罗王了啊，或者是这个恐怖的景象，旁人即为念佛助同忏悔，那旁边马上就跟他一起啊高声念佛了，整齐的念佛，那就是帮助他忏悔。当然这个忏悔也可能会说一些忏悔词，也可能不必说，念佛就忏悔了，当下念佛灭罪，必令罪灭。若得罪灭，花台慎重，意念现前啊，罪一灭的时候呢，这个景象就现前，还是给他记下来。又行者等眷属六亲若来看病，屋里有尸酒肉五星人等，你来看这个病人啊，不要喝一个酒熏熏的啊，吃醉醺醺的跑来，吃的满口荤腥，然后呢抹抹油跑来给人家那个不好，会干扰。还有吃这个大蒜啊葱啊不洁，这些呢最好不要靠近。如果有这样的人，必不得向病人边，你来了你在外边啊，在堂间或者在外边，不要到这个助念的场合来。如果来了怎么样呢？就会干扰，即使正念，鬼神交乱，病人狂死，堕三恶道。那如果我们去给别人助念，我们自己肯定要啊身心清净。这个助念是有讲究的，一定呢内心虔诚啊，仪表端正，最好衣服呢也是干干净净的，很整齐啊。佛号呢不要参差不齐，也不要有人念四字，有人念六字。要么都四字，要么都六字，那么看临终的人，临终的人他愿意平常的习惯念四字的，那也可以救他念四字。有的人六字念不出来，你看情况，现在比较平稳，平常他习惯念六字的就念六字，调子不要拉太长，拉太长他跟不上，就念一句他能听到一句，六字跟不上就念四字，再危险的时候念一个字也行，佛佛佛佛佛，就让他脑子有个佛的概念就行了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太快也不行。像什么地藏经啊，所有的这些经典到临终的时候都不要念了，因为这些缓不济急，
等于送一部经他不知道到哪去了。不要说那个临终的人，就现在我们坐在这个地方送一部地藏经，你得打瞌睡好几次，经文念得那么快，知道念什么，这个就加持力就不够。所以在观经里边，下品上升就说这个临终的人很显然为说大乘十二部经首提名字啊，灭罪千劫也有作用也有功效，不过灭罪千劫。啊，现在叫他念一声阿弥陀佛灭罪五十亿劫，这个能比吗？就好像这个人得了重病马上要死了，这一碗救人救命救命汤就在旁边，他不给他喝，把药方子要慢慢给他解读啊，这一碗药方是怎么怎么好，他连口气都不来了，你赶紧给他灌下去不行吗？哎呀，不着急不着急，这个药方是哪一个人参汤加什么什么，说半天这喝不口喝不到一口，他这恨不得喉咙管都伸过来了，给他灌下去，这六字名号就是那一碗救命汤，先给他灌下去。所以我们到哪地方助念，你不要啰啰嗦的，你一去首先队伍整齐坐下来，马上音声整齐恳切有力量，念上五分钟的佛十分钟的佛，当下整个这个环境里面就非常清静了。你走进去问他许多话，旁边的叽叽喳喳的吃着吃着喝着喝，这个地方哪像助念呢？所有的一切动作都停止，马上就念佛，这一念佛佛光就照过来，那么这些不干净的信息都排除了，所有的人心也稳定了。好，看他稳定下来之后，再可以呢稍微问几句啊，有针对性的或者一点开示啊，那要急救。愿行者等好自谨慎，奉持佛教，同坐见佛因缘。啊，大家是很慈悲啊，说大家都要很谨慎，让大家都好好见佛，不要去障碍人家。还有一些人助念啊，这是我们所听到的，我还没见着，但愿永远见不着。说这两队人来助念了，结果这两队人呢在打架，当然不是那么劈拳，吵嘴，有的要念地藏经，有的要念佛，有的要念四字，有的要念六字，有的说你不对，有的说他不对，你说这个多悲惨。这个念佛的人在那个临死的人在躺在床上，他实在是讲不动话，他讲动话就要出来跟你说，哎呀老这个活老子你们行行好吧，你不要在我把他搞得四分五裂啊，好像一个往这边拉一个往那边拉。这个活人你要为死人考虑啊，就是为躺在床上的考虑，怎么样都可以，大家要统一起来。如果说实在是他们有一帮人啊想这样，那么另一帮之见不一样的话，那么不能当这个临终的人面前去表达不同的意见，他就很乱了。第九，心不颠倒论。因为经文接下来说了啊，闻说阿弥陀佛这持名号，若一日若一心不乱，七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你看接下来我们讲世人终时心不颠倒，所以我们这下面是讨论心不颠倒的问题，这也是让我们很多念佛人心中发胆寒的地方，也被错误的教导说啊，你这个念佛啊，如果你到临终的时候不能够把握正念，那一辈子白念了，佛不来接你啊。然后首先把答案说出来，这种担心是毫无必要的，这种理解是对经文是完全看错了。因为经文说了阿弥陀佛先来迎接，然后说这个人心不颠倒，他有两个时间段或者说三个时间段，平时若一日若七日念佛，临终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命中世人终时心不颠倒。所以三个时间段是很清楚的，平常念佛，临终佛来，临终佛来之后命中心不颠倒，一口气跟着佛往生了。不是你平常念佛然后呢、保持力量到命中你自己有力量心不颠倒然后佛再来，不是的，是佛先来然后你注意正念随后随佛往生。所以经文要看得明白，学净土法门很多人就担心都是自己吓唬自己。那么善导大师在这里解释怎么这样，你看善导大师解释的非常的巧妙，看圣教集第九段，翻到775页，故时如来选要法，教念弥陀专复专，这是解释闻说阿弥陀佛支持名号这一句，这不对得很清楚吗？
七日七夜心无间，常时起心必皆然。这是解释，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解释这一句的。临终慎重持化现，是解释七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于诸慎重现在其前，是解释这一句的。接下来两句，身心踊跃作经年，作时即得无生忍，意念迎将至佛前。这是哪些呢？就解释下面，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所以我们看这个赞记 要明白它这个关系。那么这个心不颠倒呢，用了两句话。第一句就是身心踊跃作经年，这是指呢他的注意正念啊，他这个外在的相状不是迷迷糊糊的，是身心很欢喜很踊跃的，就坐上金莲花了。坐时即得无生忍，这也是在解释心不颠倒。这个不颠倒的心的状态是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无生法忍的状态，这个是不颠倒之体。好，我们再看讲义。身心踊跃作经年，坐时即得无生忍，底下呢有两句话，一是不颠倒有二，先注正念，哪一句话？就身心踊跃作经年，这是说明他注意正念。坐时即得无生忍，说明呢后得无生。第二句，正以得人为体，这个心不颠倒啊，是以正悟无生法忍这个作为他心不颠倒的本质。不光是只说呀、啊、他死的时候那个意识清醒啊，不昏迷。我们一般以为不颠倒就说这个人没有发疯，没有这个讲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闷沫虚空啊，口吐白沫啊，然后颠颠倒倒迷迷糊糊啊，那是个表象。那如果那样的状况你没有往生极乐还是颠倒的，三界里边都是颠倒。如果不念佛，那么有的人他也能够走的时候还很清楚的，甚至升到天界啊。那么如果以我们净土法门来讲，你升到天还是颠倒，你临终是颠倒。因为没有这个净土的不颠倒是什么？坐时即得无生忍，坐上阿弥陀佛手上的金莲花就得到无生法忍，这个就是不颠倒。那我们接下来呢来看，比如往生论注列了五条愿文，后面呢有一段说明，总以三界有漏因果皆是颠倒，只要在三界里边有漏因果，这个都属于颠倒的。为什么呢？不依法性不顺二谛，如果依法性顺二谛，顺真俗二谛，这个呢就是不颠倒，也就是无生法忍。所以跟上面上海大师解释是一模一样的，弥陀尔解的解释也一样啊。大家回去看一看这个所谓的心不颠倒，它的本质内容本体啊，不仅仅是指我们不糊里糊涂，是指说他这个时候证悟无生法忍。你怎么有本事自己有可能证悟无生法忍？所以这完全是靠佛力。好，我们今天到这里。